FIR 飞儿乐团蛰伏五年，25日在北京宣布将全新出发，交由年仅22岁的新人 Lydia 韩瑞接棒担任新主唱。她一上台演唱 Lydia 我们的爱、月牙湾等组曲，表情显得有点紧张。提及 FIR 前主唱费24日刚宣布加入雅神音乐，陈建宁也说先恭喜飞往新的方向出发，去年他告诉我们很想做自己音乐，不是摇滚乐，而是偏向 EDM。 我们沟通很久邀请他回来录制专辑，但他很坚持想往那条路去，就祝福他，恭喜他找到新东家，有好的成绩。2004年 FIR 飞儿乐团以 Lydia 红遍大街小巷，主唱费今年2月自曝被无预警退团，还表示我已是局外人。他24日在记者会讲到落泪，坦言对团员还有恨。事隔一天， FIR 在北京宣布新成员加入，陈建宁表示去年飞提出新音乐想法，在双方理念不合之下决定寻找新主唱加入，也在记者会上献上祝福，飞则送上花篮到场，写下 Keep Going， 音乐之路不忘初心。当《斗鱼》要改拍成电影，制作人决定在续创作前缘量身定做一首新的主题曲，于是陈建宁和阿庆创作出《星火》，并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代表小燕子坚毅性格的声音演唱。此时阿庆想起浙江传媒音乐学院音乐剧学系的韩瑞，陈建宁说让我打动的声音不多，声音出来让我听到新火花。斗鱼制作人更是建议，因为韩瑞是替小燕子 Lydia 发声，不妨就以 Lydia 来称呼。而25日记者会上， FIR 公开全新 logo， 面对不少歌迷质疑没有飞儿还称飞儿乐团，陈建宁也解释 FIR 是 Fairyland in Reality， 希望用音乐创造出一个奇境，带给在现实生活努力活出自己的每一个人更多的生命力，更多的希望与更多的爱。